来到了广州番禺区的沙七大道，这里有一个茶叶市场，所以呢，这里是对面就是酒店用品专业街，很多的酒店用品的客户呢都会这里采购茶叶。茶叶呢在广州还有另外一个地区在芳村，芳村在广州市区。如果酒店用品的商家来到这里找了那个酒店用品以后，可以来这里采购一些茶叶供餐厅的用途，而且我们私人也可以买做收藏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茶叶供我们来采购。闻茶香知行家，这一区弥漫着浓浓的茶香味，不管是茶饼、茶具、茶叶，全都应有尽有。当然有好多茶具都蛮特别的，看得小编我都好想拥有一副自己的茶具品茶呀。如果你是茶迷的话，绝对可以来这里购买茶叶收藏哦。这些就是我们买的茶叶的包装，我们是乌龙茶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广州番禺的星梯沙七酒店用品博览城，也是酒店用品的专业街，是全球的酒店用品的龙头市场。那个陶瓷用品、酒店用品、碗盘、电器都能够在这里找得到。潮州的陶瓷还有景德镇的陶瓷也会在这里展示，所以呢，只要来这一站，所有的酒店用品跟餐具都能够在这里一一采购得到。信基沙西酒店用品博览城建成于2003年，总经营规模达50万平方米，一站式采购是全球最大最专业的酒店用品专业市场及设备聚集地，被誉为全球酒店用品专业龙头市场。这里的碗盘、陶瓷、日本料理、韩国料理的餐具都能够在这里找得到。市场主要经营厨房设备、餐饮用品、大堂用品、客房用品、陶瓷餐具、玻璃器皿、不锈钢制品等，汇聚了国内外数万品牌、数十万种产品，拥有3000多户知名企业和实力商家的加入。信基沙西酒店用品博览城设有全国最大的进口酒店用品展览区、全国最大的陶瓷餐具展览区，已成为中国酒店用品流通领域著名品牌和业界公认的标杆，也因此奠定了全球酒店用品龙头市场的位置。作为酒店用品的商户，想要寻找新颖且价廉物美的酒店用品，不妨来到这里寻宝吧，绝对可以让你一次过轻松解决。在我们这个沙七酒店用品专业街的对面，就是广州新沙五金塑料城，所有的五金塑料都能够在这里找得到，也是统筹珠三角洲所有的五金商都在这里开设的展厅。我带大家来到广州番禺沙溪最大的一间酒店用品采购商广东亚玉，在我旁边的就是董事长詹生，他亦都是酒店用品的副会长。广东亚玉是在沙溪这边数一数二的最大的酒店用品采购商，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买到很品质优惠的产品，
價錢亦都係非常之實惠。所以我請呢個詹生嚟幫我介紹下你嘅廣州亞玉酒店用品有限公司。廣州亞玉我哋嘅總部咧就喺番禺南村中華美食城旁邊嘅，係一間所有酒店用品嘅一站式嘅採購商。價錢咧就好優惠嘅，希望各位採購商過嚟參觀購買。所以咧，所有嘅採購商嚟到番禺，第一站要揾手酒店用品咧，可以第一站先落嚟呢一個一站式五層樓嘅，採購曬所有嘅產品都唔使行到咁遠啦。呢度應有盡有，價錢實惠，而且係品質最出眾嘅產品喺度。广东雅玉酒店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，作为一家实力雄厚的综合性酒店用品公司，十几年来凭借其优质的产品质量、时尚创新的设计及诚信的经营理念，营销网络不仅遍布全国各大星级酒店、高档酒楼，更远销至欧美、东南亚、澳洲等十几个海外国家。作为一站式酒店用品公司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类的酒店用品，而且每一样酒店用品都有好几十种不同的商品任您选择，完全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经营理念，也因此赢得了很多客商的青睐。下次想要购买酒店用品，不妨来到广州雅玉，绝对省时省力。一连走了10天，从义乌逛到广州，我们也应该要收拾心情回到马来西亚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想要更加的了解这次中国行的点点滴滴，一定要马上联络我们的团队 LBS 一站式国际物流集团，我们在中国义乌、广州等着你的来临。